各位产业界的先进，各位学术界的先进，好了，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贵宾哈，还有我们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那今天非常高兴哈，那大家能够参与这个智慧农业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在这个领域上面。那我刚刚才跟我们的贵宾讲说，其实如果谈到农业，就很难看到科技部，那应该会看到农委会啊。那当然，今天有农委会也出来。那今天在这个环境底下，在这个跨领域的这个环境，希望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议题，能够大家都有所收获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我们的科技部工程师王孟庭博士呢莅临我们会场，那他代表司长也跟我们讲几句话哈。那我们就欢迎这个王博士。好，哎，谢谢郑主任，哎。各位现场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科技部工程师专案承办人王孟庭。那我们就以前国科会了哈，现在科技部早在十年前，针对于智慧科技应用在各个领域，其实有投入相当多的专案，所以各位在那个现在的周遭生活就可以发现说，很多东西都挂上智慧，那事实上也相当的智慧，所以科技部在过去还蛮有贡献的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农业，那工程中心也邀请很多的跨界的在场的专家来到这边，那我们这个论坛的目的就希望说，我们的技术能够有新的出口，那我们的市场能够有新的应用、新的机会。那谈到农业哈，说实在我是门外汉的哈，不过有一些观察，这边也提供给今天在场的各位做一个参考。我们知道最近几年食安问题蛮严重的，食安问题蛮严重的。从我的观察啊，不代表科技部的立场啊，从我的观察说，食品产业它投入大量生产，然后呢，它缩短制造的时间，然后呢，它降低成本。那我们把科技的一些概念，快很准的概念，不是科技快神 cost down 的概念，投入到食安的食品的制造业。哎，如果业者有一些把持不住，哎，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食安问题就一直出来。那农业我的看法也是有像食品制造相类似的问题。那所以说，我想说，在农业科技要应用到农业上面的话，请在座各位的产官学院专家，我们是不是思考一下，农业有一些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譬如说我们要让植物生长，譬如说我们要让植物繁衍，譬如说我们要让植物去做发酵，然后我们让它这时间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做所谓的采收、保鲜、包装、运送的过程，这样也许会让我们的农业会更有的更好，然后有更好的食材，然后有更好的美食进到大家肚子里面去。所以我非常希望智慧农业、科技农业未来都能够蓬勃发展。那一方面，我们的农业从业人员他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更好的利润，有更好的生活。那千万不要忘记了，老天爷安排了太阳、水、空气，还有食物，大自然的整个循环。那这个循环，我们不管科技怎么进步，我们还是要尊重、要珍惜它。所以大概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演讲，我们有外面的展示。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工程中心，成大工程中心还准备了美食跟饮料，等一下让大家享用。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嘉宾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能够有很好的收获，然后技术呢好好的秀一下，那市场机会大家找一下。祝福今天大会成功，谢谢。非常感谢 王博士啊，给我们这个鼓励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内容啊。那我们接着呢，我们知道谈到农业的不能不提到中兴大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借用这个中兴大学这么好的场地呢，来让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论坛。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农智学院的副院长王生阳副院长跟我们讲几句话。我们大会主席那个
政府的，还有我们科技部的这个王博士啊，还有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个林世所陈所长、云南大学邱院长等等的各位的在参观学演哦，都的先进好、哦。那今天比较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院长陈树群院长今天去远征到这个我们2200公尺的这个高垒地哦去吃，所以要我今天来他来欢迎各位先进好来我们学校。那刚刚那个王博士特别提到说这个要把科技用在农业上，这个其实农业本来就这个，它不是现在已经是说我们现在从这个过去，我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用靠天吃饭，然后用劳力密集，然后一直到机械农业，一直到现在的4.0，可能是要把我们的智慧，这个所谓的云端啊、大数据啊等等东西要放进来。那我相信就像刚刚这个那个郑主任在外面跟我说的，其实我们科技部最主要是要提供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平台，让包括农业的专家跟各个机电的专家能够整合在一起，资讯的专家整合在一起。那也特别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农事所的陈所长，他其实是在农委会负责这个农业4.0的一个应该怎么说掌舵手的，所以他今天说他今天是来点个火，要把他的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那也想在座有很多的先进可能不是在农业生物这一块，我相信可以透过今天的这样的论坛把农业跟这个科技弄的结合在一起。好，那我们中兴大学其实在很多的系所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都渐渐的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跟教学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机电工程啊或是资讯工程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想相信我们要培育出下一代的新农夫，可能新农夫很不对，新的农业科学家，好，新的农业人员，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方向。那我想今天我们很多的同学在这边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今天论坛顺利成功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非常感谢王副院长给我们的鼓励。那其实我的同事很多都是买了一块地哈，就自己在做自耕农。我跟他讲说，你这个是非常高级的自耕农，当了院长，当了校长，可能都去当自耕农。那接着我们就感谢一些跟我们学办的这个单位哈。那首先我们感谢那个中兴大学农资学院啊，今天能够协助我们。然后我们再来是感谢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台北市的电脑工会啊，那今天也协助我们做那个协办的动作啊。那么还有这个台湾植物工厂产业发展协会啊，还有这个宜兰大学生物资源学院啊，还有农委会农业试验所陈所长在这里，还有远东科大精致农业培育及营运研究中心啊。那我们感谢这些单位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协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接着我们就介绍贵宾了啊，今天参加了贵宾啊。那我们第一位介绍的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精致农业的，应该大家长是在这里啊，这是这个农委会的农业试验所啊，陈俊记陈所长。那我们有产业界的易派科技的谢志宏谢董事长，那我们宜兰大学这个生殖学院的院长邱一志邱院长，那我们有这个台大生物产业机电学系的陈世芳助理教授，那我们有仲明科技首席顾问陈志明陈顾问。那我们有凌晨科技，那今天好像总经理没有来，是陈泰安陈经理。那还有这个工研院产物中心，就是台湾植物工厂产业发展协会的谢家明刘家明刘理事长，谢谢。非常感谢各位贵宾今天能够莅临。那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工程科技推展中心呢，其实在最近几年呢，我们都是办这一些比较主题式的这种论坛跟一对一的媒合，我想这样可以促进大家了解我们在同样的主题之下老师的一些发展。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有一些资料库都在我们的工程中心里面，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欢迎产业界将来如果你有需求，有什么技术的需求，希望在学术界能够得到老师的技术协助等等，那非常欢迎呢到我们中心来，或者打个电话给我们，那我们希望能够为你寻找跟你可以合作的这个老师推荐给你，那你们可以从这里
这两个双方的洽谈当中呢，能够往后能够进行合适的这个产学合作。那我们中心呢，实际上是科技部计划补助，所以我们是不收费的服务，这一点很重要，不收费的服务啊，所以我们都非常欢迎说各位啊产业界如果有需求，那非常欢迎直接跟我们接触啊。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大概有办过这个很多场，十七场的这个主题式的这个论坛啊，所以我们大概有促成268件的这个产学跟一个新创事业，还有很多技转案。那其实陆续后面呢，大概也有很多的案子呢，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管道跟环境。所以我刚刚讲到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平台，那这个平台如果大家熟悉我们工程科技的中心的话，那我们非常欢迎。包括这个智慧农业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推荐一些老师，其实在这个方面已经散布在我们工程师各个学门的一些计划。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也欢迎各位啊嘉宾跟各位专家学者今天能够在这个论坛里面呢，希望能够有所收获。好，那希望进入大家身体健康，好，万事如意，谢谢。那今天就麻烦这个贵宾的到。